定案總目21分目000行政長官辦公室。咁啊，呢個修正案嘅編號係14、17、38啊。咁啊，個內容我唔讀啦。咁啊，主席你可以揾下。咁我呢個係第二次發言。咁喺第一次發言嘅時候咧，我就數呢個行政長官嘅罪狀。應該喺呢一項嘅合併辯論第三次發言。嚇、啊！你喺呢個合併辯論裏邊係第三次發言。呢個係合併辯論嘅第三項，而家第二項講完啦咩？你係喺而家呢一項合併辯論，即是第二項合併辯論。你而家呢一次係第三次發言。哦，第三次 ，OK， 誒、啊，主席記性好過我。誒、啊，咁、啊、就總目21。分目000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主題呢，即是我整個論述的主題呢，就是講這個行政長官啊，他的薪酬啊、福利啊，包括這個辦公室那些啊，即是官邸啊、家居啊、服務人員啊、薪酬相關的開支啊，要 cut 他的啊。咁理由呢，就上次講了一部分，上次提到兩樣的，一樣呢就是他面對共產黨的主子的時候就必恭必敬、誠惶誠恐，面對港人的時候呢就是驕矜自負。另外呢就是提到那個政策那方面，其中就講到這個自由行，他成日自捍衛自由行之父，是吧？但是結果現在自由行所帶來給香港人的痛楚大家都有目共睹，而且亦都製造了這個所謂中港的分歧，是吧？搞到這個即是人大委員長張德江都主動要求內地的部門研究本港旅客的接待能力、啊、梁振英在聽完這個張德江講之後呢，又是因為他主子嘛，主子說喂你研究一下即是香港的接待能力、啊究竟是得唔得咧？我哋咁多人去香港，係嘛？咁於是咧，佢就話香港政府就非常重視呢一個問題。不少地區嘅市民對於近年由於旅客人數增加速度比較快，對佢哋嘅日常生活，包括交通購物，造成一定影響。咁就話政府咧就會採取一啲調控旅客人數增長同埋旅客結構嘅辦法。咁好啦，個主旨一變調，佢跟住又變調啦。咁所以呢個又突顯呢一位即係689咧，佢就是。只是能夠逢迎主子的意志，或者揣摩主子的意志，他是忽略了港人的權益，是吧？另外在政策上面有一個大家必須要知道的，就是那個港人港地。他競選這個所謂小圈子特首的時候，曾經提出這個港人港地的漂亮口號，贏取一些擔憂大陸人炒高樓價、急欲置業安居香港人的支持，是吧？即是蝕據大位之後，就只會在兩幅地皮加入這個所謂港人港地的條款，對香港人的合理期望呢就虛應了事。4月1日、即是《星島日報》的頭版報導，港人港地政策悄悄擱置。當日上午的行政會議就行常會議之後呢，梁振英就主動即是跟記者去回應這個報導啊。咁佢就話咧，港人港地政策推出嘅時候已經指明係先導計劃，係樓市過熱嘅時候先用嘅。自從推出樓市雙辣椒措施之後咧，就即係樓市已經唔存在過熱嘅情況啦，就會繼續留意呢個樓市嘅發展。嗱，一項影響本地即係房地產市場深遠嘅政策，象徵式咁實行，無聲無息咁樣終止，成個過程就喺度欺騙港人。蒙騙公眾，係咪？一項重大嘅決策，你係理應向港人交代過程同細節，令到大家能夠適應，係咪？從政治公關嘅角度嚟睇，董建華嘅85000同梁振英嘅港人港地都係唔提就唔存在，呢個係公關嘅災難。前者就係明哲保身個避重就輕，後者就係欺詐式嘅期望管理，同時又避免傷害大陸人同地產商。是吧？保持港人對港人港地以至特區政府的好感，用意是非常之惡毒，是吧？好啦，除了港人港地，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關於個電視發牌的問題，是吧？現在擺在眼前就是亞洲電視和這個無線電視的續牌，是吧？之前喂，大家都希望有多些選擇。我在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前後做了3年的主席，是吧？關於這個所謂本地免費電視服務牌照嗰、那個即係發牌嘅制度咧，我係非常之清楚嘅，係咪？即係呢一個港視不獲發牌，引起呢個軒然大波，就係因為有關嘅決定係黑箱作業，罔顧呢個程序公義。對於公眾嘅質疑，梁振英就以行政會議保密嚟搪塞，回應嘅時候，即係總係語氣強硬，一副洋洋自得嘅嘴臉。
舆论哗然，人神共愤，系咪？即系有啲前朝嘅行政会议成员不甘受辱，于是咧就即系去痛斥呢个特区政府呢种叫做呢种做法咧系不得人心。包括李鹏飞啊、周梁淑仪啊，系咪？黄永平啊，呢啲人都话呢个所谓保密制只系保障各行会成员嘅立场，不会外泄，而唔系政府佢向公众解释重大决策理据嘅藉口，系咪？李鹏飞更加直言。即係自己相信政府決策背後一定有政治因素，根本是無視市民啊嗰、那個意願。呢、這個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更加發表聲明咧，話呢啲做法咧就令公眾質疑呢個決定有政治動機，剝奪呢個公眾嘅知情權。嗱、啊，香港嘅民眾佢冇辦法透過選票同埋呢個公投向政府施以民意同埋呢個政治壓力。行政主導呢種所謂專權嘅體制，幾乎近於無法無天。決定重大決策嘅時候，固然可以獨斷獨行。梁振英更加借口呢個保密制逃避公眾解釋呢個決策嘅責任，立下行政會議保密制掩飾罪惡嘅先例。市民有知的權利，政府有告知的義務，呢個係常識嚟嘅。政府反其道而行，不單止即係封鎖咗呢個免費電視市場，亦都封鎖咗港人嘅資訊自由，逐步走向呢個專制極權。另外一單咧，又要喺呢度講嘅，就係呢個林慧思老師嘅事件。梁振英喺去年8月11日出席呢個地區論壇，回應所謂家長問題嘅時候咧，就話咧教師講粗口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同埋其他嘅問題，政府不能視而不見、置之不理。事件發生後，即係喺呢個教育系統咧，佢又要責成呢個教育局長吳克儉就提交報告。林慧思老师在事后终日受到土共流民组织的滋扰和恐吓，最下流的模式即是方法莫过于到学校示威骚扰小学生和向校方施压。梁振英的做法就是配合这些土共流民组织蓬臂围奸，沆瀣一气，一同政治迫害即是这个无人无物的中学老师。所以我看不过眼，在八月的其中一个礼拜日、拖行马推行鸡，几千人包围这些土共流民组织，搞到他们抱头鼠道。同日即有另外一个姓林的叫林粉强，他是批评政党成员，即是这个689没有真凭实据，就是廉署举报这个林粉强偷步买楼，绝对不可以让廉署成为这个政治打击工具。又指前行政会议的成员张振远低息向地产商借钱，最终查无实据，但没有人公开私下向林张两人道歉。你现在看看这个林粉强什么下场，不要讲了，他都好一点。张振远什么下场啊？还未拉啊，老实讲，是吧？周身烂债，财务公司追上门，是吧？喂，那个所谓商品交易所要清盘，喂大佬，这些都是你卵翼底下，是吧？所造成的一个即是丑闻来的嘛，大佬怎样公众交代啫，是咪？即是香港那个廉能政治就是被梁振英这些这样人一手破坏，是吧？即是好像最近 ICAC 最好笑，我们昨天在保安事务委员会才讲，那个道德什么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宋林，是华润的老总，是吧？在大陆已经被人双亏了。喂，你找一个贪腐的人，是吧？中资企业的阿头来做这个道德委员会，真是笑到人家，真是你整个 ICC 可以回家睡觉了，已经可以收档了，已经。喂，这条友你知不知道华润总部大饮大食饮十几万一支红酒 啊你可以给他走去做这个 ICC 的道德什么委员会的主席，真是后来这个解释仲好像是轮值的，这个轮流的，真是。哇，这样都得。前有贪汤，后有这个即是宋林，咪成个 IC 的招牌咪掟落地下啦。最叻就平时查你50,000报少选举经费啊，或者俾你同党督你背脊啊，冇申报啊，漏申报乜嘢啊，咁啊搞你两年，系咪？嘥晒啲人力物力，呢啲你又唔喐，贪汤贪争啊，动都未动，系咪？你 IC 咪可以玩完啊？咪又系呢啲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啊！成个贪腐嘅风气传嚟香港，梁振英系咪？难辞其咎，系咪？播其恶于众，呢、這个就系、是，即系讲到呢条友咧，即系我又唔好想太粗鲁啦，主席，系咪？奴才当人才用，人才当奴才用，呢个系一个极致嘅典型。我哋读书嘅时候读过孟子嘅四端啊，主席，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一个领导人，系咪？
即係孟子其實就即係有個善良嘅動機，佢又認為人係性善嘅。其實即係後來孫子就話唔係嘅，人係性惡嘅，性善性惡啊！即係你咪睇下呢啲咁嘅六八九嚇，即係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樣板嚟㗎啦，已經係咪挨黐必報係咪？邊個得罪佢都冇運行係咪？即係我上次提過高永文咧，吳國宇你又喺度，你民望真係保佑自己唔好咁高，你高過佢你都好危險喎，佢哋。即係尤其是我成日讚得你多有害你嘅，即係我發覺，即係所以都係唔好讚你啊。孟子話，即係孟子嗰個四端咧，就係仁義禮智啊嘛，係嘛？佢個講法好簡單啫。作為一個人咧，啊，佢認為啊，即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係嘛？第二就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第三就係慈讓之心，或者叫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第四就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作為一個領導人，係咪？你一定係要有惻隱之心，你咪同情弱勢咯。你見到佢嗰個咁嘅福利局長個老人家跪喺度，叫你唔好拆嗰啲安老院，係咪？我做議員第一條口頭質詢就係問阿張建宗，每年輪候呢個安老院同護養院宿位等唔切喺輪候期間死亡有幾多人？佢話冇，後來就話有3000多，而家係5000多。你而家呢個石仔嶺，你要拆咗呢條老人村，係嘛？個老人家跪喺你面前，呢啲又叫咩啊？嚇？呢啲係無惻隱之心啊嘛！孟子話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係咪？第二係無羞惡之心，做咗咁多醜事毫不知恥。咩叫羞惡之心？就係知恥啊嘛，大佬，知道羞恥啊嘛。梁振英六八九係無羞惡之心，孟子話非人也。OK， 跟住就係慈讓之心，即係要恭敬之心。你對啲長者要必恭必敬，對啲弱勢嘅族群，你要有一個濟弱扶傾嘅呢種心態。你係領導人嚟噶嘛，係咪？無慈讓之心，非人也。跟住無是非之心。我大佬嗰啲馮偉光啊、張振遠啊、林奮強啊呢啲咁嘅垃圾無賴。是吧？共野一路，必有是非嘅啫，你是吧？无是非之心，啊，对唔住，非人也。这个是非之心、慈让之心，是吧？这个羞恶之心啊，同埋呢个恻隐之心，就叫仁义礼智。呢条友同埋成个政府就系不仁不义、无礼反治啊，即系已经到咗一个极致。我话俾你听，所以行政长官办公室。呢啲咁嘅開支點可以俾佢咧？行政長官嘅人工點可以俾佢咧？你話俾我聽係嘛？嗱呢個咧就係一啲所謂基本嘅所謂啊施政嘅理念，你背後有個精神喺度噶嘛？你作為一個即係嚇所謂領導人係嘛？一個地區領導人，你梗係以民為本啊嘛！我頭先講嘅呢啲所謂即係啊仁義禮智，呢個係必要嘅係嘛？呢個係必要嘅條件嚟嘅，必要嘅一個即係所謂治港嘅一啲原則嚟噶嘛，一定係以人為本，英文叫 humanity 啊，大佬，你一定係人民啊，文章個民，因為人民主義要行頭噶嘛，大佬，一個社會佢不安定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貧富懸殊、不公義嘅事情太多，個社會就好難穩定。個社會穩定就唔係你用穩定壓到一切，用行政嘅霸道係嘛？即係嚴刑峻法，令到個社會穩定噶嘛？你要令到個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夠生活係安和樂落嚟，個制度係長治久安，一定係要咁樣噶嘛？但係個領導人係好重要嘅，我先唔講係咪由人民選出嚟先啦，係咪？一啲基本嘅條件係嘛？佢都欠缺嘅，係咪？即係仲有好多關於即係呢個梁振英嘅嗰啲劣行咧，即係我呢三個修訂案。就主席頭先提我講過三次，今次係第四次啦，係咪？咁再講一次都未講得完啦，係咪？有啲人話佢放假成日，佢而家喺邊咧？成日都唔見人嘅呢條友，係咪？即係你計下個比例，我若冇一計，上一任嘅特首阿貪曾咧，就7年總共放咗48次大假，總共89.5日。呢條友未夠2年啊，就已經成30日啦。即係呢個典型嘅離岸特首，咁啊搞到咧，即係而家嗰個司長咧，
即係啊，成日都要署任特首，成日都行出嚟亂噏嘢，搞到阿梁國雄咧就要刪佢人工，係咪？主席，我啊講到呢度啊，因為俾阿梁國雄接力。